欢迎收看斯打费新闻，我是主播李小雨。中共的网信办为了整顿网络所执行的清朗行动持续升级，十月连同教育部及官媒进行公告，将官方视为黑化烂梗的词汇，包括谐音梗、隐晦梗等流行语禁用，结果此举反遭舆论反讽，说官方平常的宣传语才是黑化烂梗。还称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创新网语，就是因应中共严管网络的结果，尤其是跟习主席相关的负面文字累积更已经到超过30000个，甚至连岸职主席的纯符号都遭封锁。而上述政令也特别向中小学加强宣导，种种清朗行动的大动作更让百姓叹日后将只能使用官语，那所有人民的微博或自媒体也将变成党中央最统一的官媒了。我是主播李小雨，感谢收看，期待下次见。